黄线了，变黄线了。哦，警备车，干，这一定是关，这一定是关，这一定是关。这么多台，这应该是关。这应该是下去过看。啊，为什么突然要插进来啊？前方高架路段有测速照相，速限80公里。快、啊、哦，八叉一下，弯就这样子哦。硬要插、欸，干你要插你就早一点开，奇怪、欸。白目哎、欸，一定一整排都是啊。一整排都要跑，然后你要不要继续往前？警察，警察，我真的听警察的，不然不听警察就是20000块。对啊，你猜。干你妈！北方的那有警察带还这样子，真的是靠北。然后警察就要全面出开路。是啊，但是那个前后可以调，像我们车队也是一样啊。先走的话，后面的可以先插进去。对啊。最后面的先插，这样就不会出事了。对啊。是不是就不会造成刚才那样子？刚刚那是应急。对啊，刚刚是应急。应该超。